主料，黄豆15克，辅料，红枣5个，花生8克，薏米10克，白糖，水1000毫升，芸豆，红豆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，将红枣洗净，黄豆、芸豆、红豆、薏米和花生放在水中浸泡8小时，泡发好的红枣去核，装入豆浆机网罩内，将泡好的黄豆、芸豆、红豆、薏米、花生洗净放入网罩，豆浆机加适量的水，启动机器后十几分钟自动熬熟即可饮用。烹饪技巧，因为加了芸豆和薏米，所以泡的时间稍长些，我泡了8小时，正好一宿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